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厅陈列的武器仿佛还带着硝烟的气味。数量最多的是380步枪，它既是日军的制式装备，也在中国军队里广泛使用。还有一种来自日本的特殊武器，也在抗战中发挥过巨大的威力。日本是盛产动漫的国度，打开宫崎骏的杂想录，日本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用画笔讲述了1938年5月20日发生的一个神秘事件。当天，两架马丁139WC 轰炸机从日本长崎经东北环绕九州北部航行了1小时40多分钟，并在九流米、佐世保、福冈等几个城市投下了炸弹。可投弹后并没有爆炸的轰鸣，只看见漫天飞舞的纸片。然而这些纸片释放的能量绝不亚于重磅炸弹，近百万份、几十种日语传单在日本民众中引起很大震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空军的首次对日空袭，以此堪称经典的心理作战。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日籍顾问陆地艮参与翻译撰写了传单。由战争以来呢，都有一个心理战的问题，而陆地艮他的这些反战同盟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原来被俘的日本士兵，那么对于日本军人的心理他自己是把握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帮我们设计的这些宣传攻心战呢，是非常的准确而且能达到位。心理作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系统发展，到二战时得到普遍运用。侵华日军把心理战奉为战场利器。1938年5月的徐州会战中，日军除了采用扩音机进行谣言宣传，还大量散发宣传品。心理战成了中日对垒的重要战场。1940年上半年，德军在欧洲的战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军部。6月17日，法国败降，在日本要求下，法国封闭了滇越铁路。一周后，日本又向英国提出关闭滇缅公路的要求，企图封锁中国和国际反战力量的联系，尽快结束中日战争。1940年7月20日，一支特殊的国际反战队伍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总部在重庆正式成立。就在他们准备大显身手时，陆地艮却意外地在总部办公室发现了三封遗书。遗书呢，是两位反战同盟工作人员留下来的，其中一位女的叫冈村丽子，男的叫村上清。遗书的大意呢，就是因为感情纠葛，两人约定自杀。其实呢，他们并没有真的去自杀，而是逃跑了。在逃跑的过程中，第二天在长江南岸被抓住，送到了军法处立案审查。但更让陆地艮忧虑的是这次逃跑事件背后的暗流。1939年1月，蒋介石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防共、荣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政治部第三厅因为由共产党员和大批左翼文化人士组成，长期是荣共政策的重点对象。郭沫若哈，他实际上他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入了党，五处的处长就是胡玉芝，共产党人，然后六处就是艺术宣传，他的处长就是田汉，每一个处下面也分三个科，每一科的科长也都是共产党人。国民政府的挤压让三厅人员非常不满，而1940年8月的一个小插曲，最终引爆了三厅和国民政府之间积累已久的矛盾。那个政治部的这个秘书长，他就越过政治部部长，直接给蒋介石打报告。他给蒋介石打报告就说，我们这个政治部啊，共党和第三党的人活动非常频繁，他觉得应该加强限制，特别点了郭沫若的名。后来这个蒋介石就很重视这个意见，他就当时就说，这个除非是由我们亲自指定的以外，其他在政治部活动的人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尤其是第三厅，所有人都得加入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高压让事态迅速恶化。1940年9月1日，郭沫若宣布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同时三厅其他人员几乎都跟着自发辞职，而国民政府则在9月20日抛出816号令，将冲突推到了顶峰，政治部全面改组，周恩来和郭沫若的职务被免去。一直由第三厅指导的反战同盟也遭受波及。1940年11月10日，政治部办公厅的密函就在质询陆地根与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有无联系。反战同盟常驻顾问汪恰民甚至公开宣称，敌国人搞反战运动是危险的，反战同盟可能是日本派遣的特务组织。陆地根在《日本兵士的反战运动》一书中提到，这种紧张的局势让反战同盟总部的冈村利子和村上清对前途产生疑虑而逃跑。这是一封国民党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给陆地根的函件，西江该村上清及冈村利子之动摇经过做成书面报告，克日送部以平和办。严厉的语句中可以感受到陆地根那个时期承受到的巨大压力。尽快发起一次有影响力的反战行动，才能证明反战同盟的价值。但此时军委会政治部处于陈诚去职、张治中接任的过渡阶段，工作无法展开。9月中旬，已赴第六战区任司令长官的陈诚回重庆交接工作，这对陆地根是个时机。郭沫若就带着陆地根一起秘密前往陈诚的住处，希望尽快促成反战同盟总部前线战地工作队前往第六战区开展工作。陈诚被说动，亲笔手令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将汪恰民调离反战同盟总部。拿到这支手令，反战同盟总部战地前线工作队很快建立起来，陆地根任指挥，队员由山川耀、岸本胜共九人组成，原三厅七处科员张令奥随队任翻译和协调工作。同时桂林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也派出八人奔赴第四战区前线，国统区反战同盟活动又掀起了一次高潮。为了防止第四化精英流入延安，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11月1日，国民政府推出一个妥协方案，在政治部以原三厅人员为基础，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委。
作为研究组织，文工委不再拥有原第三厅的行政权力，分三个组进行国际问题、文艺问题和敌情研究。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冯乃超任敌情研究组组长，反战同盟工作继续由他配合。这次国民政府与原第三厅的冲突到此告一段落。1940年10月10日，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抵达了湖北恩施，开始战前准备。陆地根和山川耀、岸本胜等准备宣传材料，佐佐木正夫负责播音设备的测试。重庆反战同盟总部由池田幸子、秋山龙一等三名成员留守，他们每周在中方联络员的带领下，前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日本著名反战作家绿川英子女士一起，对日本本土和侵华日军进行日语广播。广播内容通过短波讯号进行远距离发送，效果显著。日军华中派遣军的通信兵绝瑞之助收听广播后，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短歌。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心中不能平静。广播站这样的情况哈，在当时的交战各国都在做啊，是他们的新战的一部分。绿川英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反战同盟的一些人去做的这个广播。之所以我今天理解的话，之所以能够渗透这个敌方的这个心灵，跟这个正义性有关系，跟主张这个仁义啊人道有关系。同时，反战同盟总部的激光刊物《真理的斗争》仍在继续出版，盟员们还要为文工委主办编译的三种情报刊物撰稿。这些油印刊物虽然简陋，却是重庆军政领导机关掌握敌情的重要渠道，还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转报到延安。1941年11月27日，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辆卡车在鄂西南山间的公路上颠簸飞驰，经过40多天的紧张战备，奔赴前线的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员有了一件特殊的武器。他们专门编写了一批宣传稿件，稿件从日本军人的切身利益出发，用书信体撰文。比如日本士兵要求书从在战场服役不得超过一年，负担家庭生活者不应出征等7项62条内容，来号召日本士兵和军方抗争。陆地根称这些稿件为语言的子弹。12月6日，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抵达宜昌长江南岸国民革命军41师的防区。宜昌是进入陪都重庆的咽喉，日军驻宜39师团一位士兵写道：“宜昌不仅是湖北湖南的交通要冲，而且是处在向抗战中心地四川重庆进攻的突破口。若从中国方面来讲，丢掉宜昌，就如同被人家掐住脖子一样。”中日两军沿着长江两岸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峙。到达战地后，前线工作队绘制了详细的战地图，可以看到日军13师团等部队沿江岸呈半月形展开，离前线工作队的播音点最近处为200米，最远处350米。而日军士兵手中的38式步枪有效射程就有460米。两军还架起机枪互相扫射，榴弹不时咻咻作响。前线工作队到达后立即开始布设喇叭，连接手摇发电机，我叫陆地艮，陆儿岛人，与
言的子弹出膛了。刘一根率先通过扩音器用鹿儿岛方言向日军喊话，他说：同胞驻军，这场战争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不幸，我们日本人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同胞们停止战争吧，好好保护珍贵的生命，为了父亲兄弟姐妹故乡，好好想想吧。前线工作队每天上午休息，下午准备，晚上八点左右分为两组，交替对日军阵地进行广播，到凌晨过后再步行几十里返回后方驻地。精心设计的广播内容果然吸引了日军士兵。另一张战地图上可以看到两行文字标注，在12月8日至播音时，将近一班至日的军士兵接着白旗，表示其为军士，来至我军铁丝网前方，听取我方之播音。但陆地根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战果。12月15日，战场突然安静下来，双方战壕里各出来了几个人，向中间地带靠拢。陆地根通过国民党军41师进行策划和联络，居然和日军达成了在战地互派信使、交换信件和礼物的约定。中国军方准备了广甘等土特产送给日军，同时还给他们送去对敌宣传品和优待日服通行证，并附上了陆地根的亲笔信，告日本军司令官书，劝说日军官兵不要再继续战争。几天后，国民革命军41师师部收到宜昌谍报组的报告，日军出现了异常调动。就是日军呢，在前沿听到过反战同盟战地喊话宣传的这些部队呢，一线部队就调走了，就好比说是被感染了，这些部队赶紧的换防，怕他们发生不良的作用，也禁止他们在谈论反战同盟，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战场的一线部署了好多的汽车，这个汽车一般来说是搞运输的，但是在这里呢，它发生的就是一个奇特的功效。日本人是想在反战同盟战地喊话的时候呢，突然把这些车发动起来，用发动机的巨大的噪音来干扰我们广播效果。语言的子弹在动摇敌人军心的同时，也证明了反战同盟的价值。陆地根在回忆录中写道，陈诚司令官打给我们只为加倍努力的电报，前线工作队还开办了对敌宣传工作训练班，在短时间内交手1000多名一线官兵，成功掌握常用日语喊话。为扩大反战同盟影响，陆地根利用战斗间隙，以战场喊话的情况为内容写成稿件，由随队翻译张令奥译成中文，通过军邮发回重庆。《大公报》副刊及《新蜀报》进行了连载，并出版成单行本。反战同盟的活动再次成为舆论的热点，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军在最早的战场上的宣传里面，因为不了解日本人的心理，他们的一些做法甚至是适得其反，比如说他们嘲笑天皇，这样的话引起了日本士兵的反感，达不到宣传的效果。然后他们看到反战同盟的人在战场上起得这么好的效果，他们是很羡慕的，就准备学习我们的这种做法，甚至呢希望反战同盟去帮助他们培训美籍的第二代日本人在战场上呢发起对日本的攻心作战。通过这张表格能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1938年反战同盟在华活动开始，美、英、苏等国对华援助也快速增加。1941年1月26日，民生公司的民情轮载着完成任务的陆地根和前线工作队返回重庆。从船上的收音机里，陆地根获悉
1月6日，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围攻共产党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他回忆，发生后20天才知道这件事。这个时候，我们正好在回重庆的路上，扬子江附近。这时，我觉得这可糟了，但已经晚了。陆地更到达当天，重庆大梁子议员戏院人头攒动，各界抗敌民众团体在这里举行集会，欢迎陆地更一行凯旋归来。朝天门码头上，雄壮的铜管乐曲和口号声此起彼伏，20000多重庆市民从码头一路夹道欢迎。但山城军民的热情并没能消除皖南事变带给陆地更的寒意。他回忆，听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国民政府的各部队开始残酷清洗赤色分子，所谓的政治犯激增，西安的政治犯集中营已满员。可就在这个敏感时期，意外又降临了。反战同盟总部的负责人之一程藏进和其他7名反战同盟成员3月16号这天陆续外出，结果呢到深夜还没有回来。大家都非常担心，开始四下检查。通过检查抽屉，发现了一封陈情书。大家一读内容，这才确定这8个人是逃跑了。重庆的军警机关展开大搜捕，还要把他们抓捕回来。陆地更呈交给张治中的报告里记录了主谋程仓进煽动其他人的话语。眼下以新四军处罚问题为转机，在中国国内内战危机迫近，反战同盟成员那时一定会全部被杀。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走向破裂，有日本共产党背景的陆地更处境变得非常尴尬。而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战俘逃跑事件，他更是难辞其咎。1941年7月20日，重庆南岸赖家桥文工委的乡间办公处热闹起来，老舍、郭沫若、冯乃超等重庆知名人士纷纷赶到。庆祝反战同盟总部成立1周年集会的签到纸上，密密麻麻留下了55个名字。一年内，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的力量在中国多个战区得到发展，除了最早的桂林西南支部，还成立了鄂北第5战区支部和洛阳支部。八路军、新四军也按反战同盟纲领成立了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但是除了桂林的西南支部外，其他反战同盟支部和重庆反战同盟总部的联系都受到阻挠，实际的统一组织并未形成。签到纸的左下角，陆地更用日语写了一首诗：风吹阵阵，雷鸣声声，云雾深处，海燕飞鸣。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付出很大代价才走到现在，然而在国共砌墙的多事之秋，发生如此重大的逃亡事件，前景再次泛起了迷雾。